哥，你有什么梦想吗？梦想吗？以前是有啦。我啊，在做 YouTuber 之前，当了9年的吉他手。我之前想以吉他手的身份站上小巨蛋，在2-3万人面前激情 solo。今年初，我让妹妹们飞出去之后，学习独立经营自己。什么？你在干嘛？在飞，看不出来吗？我就遇到了一件大官司。没有听错，就是这么突然。台中蔡阿刚有熟啊，但我的眼光很乖。是我的股东，会手脚不干净，所以我要告诉他，不让他再继续祸害人间。这应该也是心中的其他英雄吧。完佛我辱，梦想达成。那等法院判决完之后，我会再做一集影片，让大家看看人到底能有多衰。但随着随着，2024年居然同时也遇到了让我圆梦的大好机会。我收到来自全台最大的音乐季垦丁台湾季的邀约，问我有没有兴趣组一个史无前例的 YouTube 大乐队，而且还是在台下有50,000多人的主舞台上演出，让我当回真正的吉他英雄。这对于2024上半年或者地狱般生活的我，无疑是看见了一道曙光。我18岁的梦想，啪，掉在我的眼前。你现在看稿吗？我不想再只活在陈俊宇记账室、会计师、陈律师、江律师、李律师、张律师，还有一个会对我讲：“阿亮，你钱好，怎么会这么容易让别人跟妈妈相处在一起？”妈，我这一次被我妈念爆。那因为我们这次 YouTube 大乐队是来享受大舞台的氛围的，所以这次台湾界影片大家都是想到才拍，开心才拍。那这些片段都是我跟大家从手机里要来的，很零散。虽然零散，但这些片段对我来说都是最真实也最珍贵的美好回忆。很中二，我知道，但是真的很开心。那我们真吉他英雄日常 LEGO 一定要看到最后，精彩。就是一场拍很嗨，那样就够了。但是我就是有点尬。你就有点尬，不用怕。我在想说，主持人给蛇丸来当，你就是咱们的主唱。底下50,000人呐、啊，哪有这个机会？这个是我们离周杰伦最近的一次啊。对啊，对，明确一些，很可怕。反正你答应我可以来台湾记啊。可以啊，但是就是音乐的问题。没事，音乐这边我们会搞定。我们这个演唱会需要主持人，我之后要去屏东那边表演，我把聪哥抓来当主唱，我想说你来这边炒热气氛的。聪哥答应了，聪哥答应，聪哥超爱唱的，而且我觉得他是来真的。我想跟你讲，希望可以，乔开，拜托了。台湾季算你一票。你要带我去？对啊，带你去表演。跟谁？自己。表演一下，你要小心车。我觉得所有人都会 respect 你，太屌了。为什么会被呛爆？台湾季我们是要干一波好玩的给大家，踏出去。要我在可能30,000人面前，不是30,000，是5-6万。不好意思，我都想好了，松鼠，跨出来吧，松鼠，这是我的大计划，加入我。对。
你是表演者对不对？嗯，我是表演者，我们两个都是音乐系的学长学妹。哎，认真说，你应该都会有表演者那种想要站上大舞台的那个心吧？有啊，那时候 Kate 他们找我去唱尾牙。哦，对啊。然后我那时候回去就传讯息给黄宝亮说，我今天好开心哦。表演真的很开心，对不对？然后黄宝亮就说，我看得出你很开心。我看出来你是真的很开心，就是对我好喜欢表演。我觉得你要表演，因为我也是很喜欢表演的人，所以我才一直上音乐系。但我觉得 你不能胆小。对啊，谁不喜欢在台上的感觉？哎，真的，因为这可能是台湾季最后一届，所以很难再有这个机会。我觉得一定得算你一票。我很想去感受一次台湾那种大音乐季的氛围，大家感觉就是一条心，我今天就是要冲，我今天就是要来开心。所以你今天放开自己，真的要放开心。我跟你讲，那一天我不是健保，我是 Guitar Hero。你是我的 Dancer， 还是他的 Dancer？ 骚的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全员到齐的练团，火力全开，紧张紧张，想要三小时的战斗，不能松懈哦。不能松懈，不能认真投入。你每次要唱的时候，你可以就先吸气，这样你就可以唱了。不管有没有走音都不重要，重点是那个气息出来。好，那你不要笑就好了。好。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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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彩排大姐，有没有？得完得知现场有五万人的表情，五万人哦，那是那天可能会肚痛哦。可以跟别人说我唱过五万人的场，对，五万人的场的。洋葱先唱，洋葱唱到一半了，我说哎，大家都会唱了哦，那等一下大家一起唱，因为待会我要找一个我真的不会唱歌的朋友上台，你们要帮他。哦，那时候你就要出来了。哈，我说这个朋友，到底有没有讲啊？我没讲啊。你可以非常的不必唱。我记得那时候我有问说天猫干嘛，可是你们就跟我说我不确定啊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确定。对，我现在才确定的。人有点多，我有点害怕。最好，反正我答应了嘛，跟大家环岛班上来唱个我难过，然后后面现在又变成多一个天后。没有办法，到底在干嘛？我先不管天后这怕，先不管天后这怕，不是吗 ？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.梦想，梦想，准备圆梦啊！很多人吗？谁多啊？谁多啊？都说了，一万个人，一万个人。好，大家如果现在没有问题的话，帷幕慢慢降下来的感觉。好，一二三，各位各位各位主持人，台上我们 announce 一下，现在五点了。接下来，大家都在台上，大家都在台上，接下来欢迎健保大乐队的吉他手 YouTube 界的500健保。Everybody!
我嘞，我台湾记的画面，不管我怎么剪辑，只要有音乐的地方，就一定会吃版权，还有版权就会黄标。我已经折腾了一个晚上了，没剪，所以剑宝，我再次决定把被黄标的猪笼颁发给我的频道。那影片连结我会放在留言处，大家可以去下面点，看看蛇丸那个天后到底是怎么撑过去的。还有我吉他英雄的音质，那也非常谢谢当初在台下跟我们一起冲撞的军团长，我爱你们，那真是一段令人模糊的回忆。但说真的，那现场50,000人一起嗨的气氛，那个爽感震撼度，真的是很难让荧幕前的你也亲身体验到。但不用担心，虽然你们不在现场，我也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那个。那现在大家把耳机戴好，音响该吹了，屁股离开座位，扭扭身躯，让我不是让吉他英雄为你们带来这首 Hero。惊呀！买 PS5 你不爱爱，你要爱这红啊吉他，我青色的，你连透视人都无买过青色的。好啦，你介意就好啦，我买好啊啦，紧困哦。拜拜拜拜。前面那是什么 ？I never know。他会不会着火 ？I never know。Oh, can it fly？I never know 什么时候动手 I never know 好还有 mine I never know 呜呜好还有 mine I never know 要小心就不会闻到我们主方向提醒 Let me be the hero Peace out OhHero, it's the one, the best. Oh.
受了世界，只要你尊重。如果你还不是我的女朋友 ，Come on。弟弟，要他们看吗？